太陽出來了。如果大家對水晶有興趣，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，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鐘仔，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。今天我想講下太陽石，很 sharp 的太陽石。Okay， 它有另一個名稱，就叫做什麼呢？日光石。它是斜長石的一種，因為呢長石中有很多整齊的排列，它的鮮豔片狀的顏色呢被一些光啊照射嗰陣時咧，會反射出一啲啲金光閃閃嘅呢個亮點嘅喎，就好似被太陽啊四射照到嘅光芒咁樣。好啦，所以先至得到呢個名嗱。金太陽石咧就係太陽石嘅石心嗱，好似呢個咁樣啦嗱，係佢嘅皮嚟嘅喎，呢個淺色，深色咧就係佢嘅心嚇，記住喎，會比較深色少少嗱嚇。佢有咧係金紅色啦、橙紅色啦，亦都會帶有一啲啲嘅赤鐵礦喎嚇。水入有呢啲物質嘅顯現，嗱佢亦都好似咧啊，有人睇啊，好似草莓水晶咁喎。大家嗱記得唔好搞錯喎，佢唔係呢個草莓水晶喎，唔好搞錯嗱。太陽石嘅功效咧，同埋呢個作用咧嗱，太陽石一佢可以加強咧我哋嘅肌肉活力嚇，喺運動員同埋祈求健康體魄嘅人咧係非常之適合嘅喎。例如咧，你係譬如我係做練瑜伽嘅，跑步、游水、打波，就非常之適合咯喎。OK， 第二咧，帶呢個太陽石咧，係可以令人成為眾人嘅焦點，加強凝聚力，有助人際關係同埋咧工作事業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好想改善啊人緣咧，嗱，佢真係會幫到你嘅。第三好啦，講下健康方面啊，佢可以對應啊人體嘅呢個咧太陽輪同埋磁輪。嗱，呢個咧對女性咧好緊要喎，非常之適合，尤其是咧有婦科問題的女性。另外呢她啊亦都對一些呢很喜歡吃東西的，就是說暴飲暴食啦，之後出現一些可能肚子不舒服的呢非常之啱。點解呢？她有自我淨化調整的功能帶了太陽石呢亦都會給到這個溫暖你的話，最適合呢怕凍的女士啦。太陽石呢適合一切啊向往光明的朋友，如果你的心態有一些陰暗面的呢，那就不適合了。除非你很想去改變，那 OK， 那太陽石呢就非常之幫到你了。好了，如果佩戴方面呢，我會呢就提議大家呢可以這樣戴，跟超七一起戴。為什麼呢？增強你的 power 能量。好了，如果你跟這個呢發精一起戴呢，好了，那就會旺財了。好，那如果你跟這個呢同發精一起戴呢，你就可以咧對健康人員咧都非常之適合嘅，因為佢哋啊嗰個顏色嘅系列係對應到嘅嗱咁樣喎嚇誒。不過咧嗱，記住一樣嘢喎，如果咧嗱你同呢個月亮石一齊戴咧，就咧想講唔係咁呢個適合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咧佢能量相沖，呢個係柔性，呢個係光強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。